妈了咋哈虚空仙子，怎么今天全是机器人骂咋呀？我想玩把泽拉斯都玩不了，泽拉斯我也想玩啊，这边中单又不，这边中单没有先手出，我玩泽拉斯感觉就像是送分。不过我知道对面中单是威古斯，我这把我就泽拉斯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骂咋怕的还少一点，泽拉斯怕的是真的多，兄弟们。不要挑战命运的意愿。挺离谱的，说句实话。你可以勾泰坦了呀，兄弟。怎么我每次玩蚂蚱都这样，都是一级出事啊？哎，他是点狼呀！我操！我才发现他是个点狼，我一直以为他是 TP 的。没事没事，换了还行了。等我发育，等我冰渣。我操，这个威古斯是六级的吗？哎，我的。哎呦我操，闹嘛这个。OK， 作用要开始起来了，兄弟们啊！再打赢一波团，冰渣一出。就和苍穹一起。
我急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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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！来，让我来吃他们中大的大，让开！坏了，这不冲动了，这不。我操，没拿了。让我小蚂蚱先上啊！不急，冲啊！你跑！
十万，最后一波中档一V一单挑，我赢了，兄弟们。是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nice。